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，跟大家讲授几种步伐，在我们古典舞中通常运用的脚下的步子。很多朋友在老师的视频下方留言说，我们学过了很多手上的动作，但是呢，我们想学一些有关于脚下的动作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呢，就教授给大家非常简单又精细的脚下的古典舞动作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同学们，我们说第一种脚下动作是我们古典舞中的圆场步。好，同学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我们在圆场步的时候是拿脚后跟到脚掌，再到脚尖，然后再换脚后跟、脚掌、脚尖、脚后跟、脚掌、脚尖，然后我们的膝盖是略微存住的啊，也就是我们的膝盖是有一点点弯曲的，而不是立直的这样子走啊，而是微弯啊，我们膝盖是弯曲的。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进行一个圆场步的训练。向前，一定是脚踩着走，踩着走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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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定记住，你的圆场步一定是脚后跟、脚掌、脚尖这样一个顺序去走。好，第二个是我们古典舞中常用的花帮步，半脚掌立起来，也就是把我们的重心呢全部推在我们的掌，在我们的半脚掌上。好，那我们花帮步是怎么做呢？是抬抬抬抬，看一下我的鞋方向。好，我们花帮步是在推到前脚掌之后，前脚掌抬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左右脚都可以开始了，要把我们的脚步快速的倒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所讲授的古典舞中的两种步伐就给大家讲授完毕了，一个叫做圆场步，第二个叫做花帮步，希望同学们可以仔细观看视频，好好在家练习一下，有助于你脚下的稳定性。好，这节课就结束了，下期再见。